中国已经第一首唱，我要向你来歌唱，向太祖的历史望，庆祝荣耀的肩膀，你的宝座在天上，你是我王，向太祖的历史望，我要回到你身旁，中国已经第一首唱，我要向你来
Yeah.
蒙你的悦纳，主谢谢你，主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主我们每一天心怀感恩的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都要心欢喜灵快乐的来向你赞美敬拜。主谢谢你，你的灵在这里大大的运行，你的灵充满在我们这个圣殿，主你的灵浇灌在孩子身上，当孩子的灵真的完全被你触摸的时候，主孩子告诉自己来到你的面前来就是真实的向你来赞美敬拜。主要谢谢你，当孩子回顾这一路过来，孩子在你面前，哦主啊，你一步步的来改变我，你一步步的来接近我，主你也帮助我，让我今天能够站在这里。哦主啊，孩子心里是真实的发出敬拜。主虽然孩子真的是今天破碎的人在这里为你的歌唱，虽然孩子的声音真的是没有达到主你所要的，但主还相信你看的不是这样子的。主因为你真的是看人不是看这样子的，但是我们太多的人完全是在乎的是很多很多不是属神的意念。主还在你面前，主啊，真的是心存感恩。主谢谢你，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你。主孩子真的是要不停的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来不停的来陶造孩子，来炼净孩子。主孩子在这里要回应你对孩子的爱，回应你在孩子身上的作为。哈利路亚，主每一天孩子都要来到你的面前高举你救恩的杯。主真的即便真的是在主啊，即便真的是在身心疲惫当中，孩子的灵仍然呼唤着你的名字，主孩子仍然与你要与你同在的。主谢谢你，真的当孩子完全相信你的时候，孩子的力量是从你而来的。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，哦主啊，真的日子如何力量如何。主谢谢你给孩子这么多的信心，孩子也因信相信，很多主般的恩典赐给孩子。哈利路亚，主赞美你，真的我们要不停的来赞美你，主凡有口的都要来赞美你。今天我们要在这里献上我们的当中活祭来向你歌唱，说我们要向你欢呼。主感谢你，赞美你，你的灵在这里运行，而我们这里就有自由，就有释放，我们的敬拜就如众水涌流。主真的是我们的生命就要活出活水的江河出来。主啊，我们每个人算什么呢？你竟顾念我们每个人。主真的因你的恩典我们能够站立起来，真的主因你的怜悯我们能够在这里再一次的被你圣灵给扶持着，覆庇着我们灵里的软弱。主我们需要你，需要你，因为你是我们的神。哦，你必用公义的右手来扶持我们，帮助我们。主你是我们永远的依靠，主你是我们的力量，主我们一生一世都要走在你蒙福的道路当中。主我心坚定，我口要称颂耶和华，因为我们相信白昼耶和华必向我们施慈爱。耶和华我们要歌颂祷告赐我们生命的神，主我们的生命继续属于你的。主我们为我们的生命继续献上感谢赞美。主如果我们今天主啊没有你的恩典，我们今天人真的是不知道是怎样如何的堕落。哦主啊，如何的我们不知道在世界上迷茫的寻求着什么。主我们知道我们一生的年岁都在你的手中，主求你帮助我们更多更多的向你祷告祈求，更多更多的主啊为教会，主啊真的是要做出你荣耀的作为。主要我们要真的是要为你带来美好的生长。主啊我们愿意在这里站立起来，主我们愿意为教会来守望祷告。主啊我们愿意在这里为我们牧者来呼求祷告，主我们教会需要牧者来带领我们。主啊真的是要带我们同心合意的来向你呼求，阿爸父你在这里，你做完掌权的
信，主谢谢你，主哈利路亚，主让我们每个人回转到你的面前，主让我们坚定依靠你，你在前面，哦，做我们的统帅，主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哈利路亚，主感谢赞美你。主啊，真的是让牧者的心欢喜，灵快乐，更多更多的平安喜乐赐给他们。主真的是坚固他们的脚步，主你真的是要扩张我们的境界，扩张我们教会的帐幕，张大这个居所，放开你的绳子，坚固你的橛子。主谢谢你，主我们依靠你，主我们在这里呼求你，在你的同在在这里。主谢谢你，哈利路亚，主不论我们每一个人在真的是哦，主啊真的是要自立什么，主我们的心坚定仰望你，主啊当我们真的是转眼仰望你的时候，主我们相信，我们相信你给我们吃的真的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心里未曾想过的，你一一来赐福我们。主你在我们的路径上会地下自由的，主每一个人真的信心的来呼求天父上帝的怜悯在这里，主你走在我们的前面，主我们的心真的是要寻求你的，主我们耶和华的名是要被可寻求的，主我们一生一世都要住在你的殿中的，主谢谢你，赞扬你的荣面，数算你的恩典，因为你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的，主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我们愿教会这个更多更多的人也起来守望祷告的，教会要成为这个社区的竞争盘的，主要真的是要建立这个教会的，主教会是你设立的宝座在这里的，主你做完掌权的，主人我们不要怕自己的意念的，唯有真的转眼仰望耶稣，主我们人每个人幻想的时候，哦，主啊，我们相信，我们相信，我们真的是一条蒙福的路，主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不用自己的担子去担当的，因为你付给我们的恩是容易的，你我们给我们的担子是轻省的，主我们真的是要彼此互相，哦，主啊，真的是，哦，竭尽全力，尽心尽力的来爱你，我们一心一意的来爱你，主这是你的心意。主，当我们真的是诚心仰望你的时候，哦，天父上帝给我们的是不一样的。主，你是在旷野盖道路，在沙漠开江河的主，在人不能在你凡事都能的。主，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属天的信心，属天的盼望在这里，今天的孩子领受到了。主，谢谢你，哈利路亚，主，感谢赞美你，不然孩子真的是让别人怎么说，孩子的心是完全的依靠你，完全的坚定的相信你，主相信，哦，主啊，当我们真的信心是从你来的，更多更多的信心浇灌在你的儿女面前，主我们每一
我们躺卧在青草地上，你我们在可安息的水边。哦，主啊，真的是你用你的杖、你的爱来安慰我们。虽然我们遭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们同在。哦，主啊，真的是，哦，主啊，谢谢你，我们一生一世都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们。我岂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直到永永永永。阿利路亚，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主，那不是耶和华，真的，我们还真的是，哦，主啊，我们一切都是枉然劳力的。主，我们每一天要与你同行，同行，同得胜。主，谢谢你复兴我们的教会，我们教会需要被你复兴的。主，谢谢你坚定我们每个人的信心。主，你的信心由主啊浇灌下来，让成长的每一个人都可以领受。哦，成长的每一个人来到你的面前不是偶然的，是你所拣选的精兵强将。主，你来兴起来。哦，主啊，教会不是一个牧者的事情，是我们整个每一个人都要来的。哦，主啊，为这个家园来共同守望的。哈利路亚，主，谢谢你，让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有一个爱的心来爱我们的牧者，让他们的心火热起来。哦，主啊，真的是教会需要你，主，我们每一个人需要你，我们的生命需要你，我们的家庭需要你。主，你在这些哦所有的事情上做完掌权的。主，我们放下，我们放下，我们把一切的事情带到你的面前，诚然的交托仰望你。弟兄姐妹，相信当我们完成放下的时候，哦，你必是我们的安息的。哦，主啊，你真的是哦慈爱高过诸天，你的怜悯达到穹苍。哦，主啊，谢谢你，哈利路亚，你的恩典是无止境的。主，更多更多，我们渴慕更多更多你的同在在这里，你的荣耀在这个圣殿彰显起来。主，谢谢你，哈利路亚，还是再一次同心合意的来宣告，耶稣就是基督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一切问题结束了，撒旦魔鬼退去，我们被圣灵充满，我们都得救了，我们都得胜了，哈利路亚，又是美好的一天。哦，主，今天又是得胜的一天，新的恩膏、新的能力就在这里彰显，哈利路亚，愿一切荣耀、爱戴、尊贵、权柄归宝座上的羔羊。啊，孩子如此感恩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 Amen。 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我们天上的父，谢谢你，感谢赞美你。诗篇第84章第9节说：神啊，你是我们的盾牌，求你垂顾观看你受膏者的面。是的，主啊，谢谢你，就是因为你是我们的盾牌，我们不再孤身上路。主啊，谢谢你把你的恩惠和荣耀赐给我们，不管我们在新闻依足，或是在等候结果出来的时候，更不管我们在高处还是在低谷的时候，神都会领我们走出光明的道路，让我们靠主得胜。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主。主啊，我们知道我们信靠主的人是有福的，谢谢主，因为不管白天还是黑夜，神都是会安慰我们，鼓励我们，带领我们过好每一天。哈利路亚，谢谢主，感谢赞美主，谢谢主，圣灵充满，翻转复兴我们的苦水得胜召会，也翻转我们的在神面前的每一个人，乃至看视频的弟兄姐妹，都力上加力，恩上加恩，典上加典，永不辞事。主啊，也请你翻转保守祝福我们的牧师师母，
保守我们的同工、我们的弟兄姊妹，以及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、亲人和朋友，保守我们的地球每一个角落。我们是需要平安、平安再平安，平稳就是我们的盾牌，一切的平静安稳也是在神的手中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一切的赞美荣耀得胜归主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你是永远不改变的神，帮助我们，所有相信每个孩子来你面前都是有福的。我儿子就是靠神，我儿子就是仰望耶稣，十字架来帮助我们，带领每个孩子圣洁。耶稣你是圣洁，永远帮助我们，永远需要你的恩惠。耶稣你是爱人，是我们大盼望，永远是我的盼望。是我们大意志，我已经大意志了，我已经得胜了，我已经得胜了。家靠你得胜，靠你太大恩惠，天天你帮助我们，所以需要帮助我们所有需要。我为你，我爱你，我为耶稣，我爱到耶稣，爱到你。我还是还有仰望神，我随时仰望神，依靠你的能力，依靠你的力量，依靠你的力量。避难所，你是我避难所，是我的得胜，帮助我们，你帮助我们，行出你的荣耀，行出你的爱来帮助我们。你是爱神的人，我是爱神的，我们爱神的人，你也爱我们爱神的人。我为着要只有仰望神，仰望神，神神神的光来照亮我们，常以他的光来照亮，常常喜乐感恩，不断祷告，不断赞美我神，我是世间能产生的，我是万人不归的神，祝你是永远不改变的神，所有相信的人，相信的生命，相信的人就有生命，凡事都能做。只要相信，有信有望，有信有望。你的大圆桌，我要为你的桌给你来帮助我们。我要靠你来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，靠你的神来帮助我们。天天喜乐，天天喜乐。一生一世跟随你，一生一世跟随你到底。只有坦坦感恩，我活着就有天天感恩，天天感恩，天天顺服在你面前，顺服在你面前。靠你快乐，靠你快欢喜，永远不改变的神来帮助我们。我靠你的能力，靠你的荣耀，靠你的光来照亮教会，让教会显出你的荣耀。你来帮助我们，每一天都看见你的荣耀，帮助牧师师母，天天喜乐，天天感恩的心。来爱我的神，我的神是得胜的神，帮助我们所有需要的人，专心来你面前，合一的心来爱我的神，我要全心全意爱我的神，我天天仰望神，我天天依靠神，我爱神爱到底，一生跟随你，一生一世感谢赞美我的神。神你是真实的神，永远不改变的神，所有相信你相信你就有盼望，我随时都是赞美你。认为什么都不能做，我活着不是靠我自己，靠耶和华帮助我们，天天赞美，不断祷告，爱我的神，我爱你，全心全意爱你，一生你是跟随的，耶稣你永远帮助我们。我活着真的需要你的爱，你爱我，我爱你，天天爱你，天天需要耶稣。耶稣是我的光，是我的生命，是我的荣耀，是我的得胜。我天天得自由，我天天爱我的神。你是我的大牧者，我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我虽然行过死里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和竿都安慰我。前你为我摆设筵席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。我一生一世有恩惠所有协助我，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直到永远。
个吧，我反正就记住。你的话我永远记住，我永远靠你得胜。耶稣你是基督。耶稣你是基督。我是神儿子。我是神儿女。一切问题结束。我给了我什么都没有亏欠。我被圣灵充满。我已经得救了，我已经得胜了，我的教会得胜了，每个孩子来面前得胜了，感谢神，感谢耶稣天天与我们同在，同在，让川普行出你荣耀，荣耀归于你，谢谢耶稣，谢谢主，我们每个人感恩，感恩祷告。寻求神在这里给我们祷告，眷顾我们每个孩子祷告，帮助我们每个家同心合意，合一的心来爱你，帮助每个孩子天天忘记过去一切，要成为圣洁，成为圣洁，每一件事你都垂听成就。谢谢天父，谢谢耶稣，我活着就是感谢神，我天天感恩，我天天喜乐，我天天爱我的神，我天天亲近我的神。你是永远永远不改变的神，感谢赞美神，感谢耶稣，天天感谢上帝，常常喜乐亲近神，常常爱我的神，爱到底。我活着就是来赞美感恩，有神的同在，无论在哪里，神与我们同在。谢谢你，谢谢你的话语，奉主耶稣名求，阿门。亲爱的阿爸天父，清晨我们趁着还没有工作之前，我们来到你的殿中，让我们有一颗彼此仰望你的心，有一个单单仰望你的心。你说我们只要跟人同心的在你的面前，你就会在我们中间。主啊，求你的灵运行在这里，浇灌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。主啊，求你扶持保守我们教会的何牧师和师母，因为他的年龄，求你赐给他更多的力量，更多的智慧，来带领我们这个活水得胜教会，为以后的教会的扩展各项的施工做准备，也赐福我们教会的各位同工还有弟兄姐妹，能够顺服在你在地下设立的受膏者我们的何牧师和师母。请你让我们能够彼此的合二为一，为你在地下的教会做美好荣耀的见证。孩子如此祈求祷告，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我们清晨来到你的殿中，就是要单单的仰望你，敬畏你，按照你的旨意行走，让我们行走在你的天路上。主耶稣，昨天徐希敏牧师说得很对，我身上确实有很大的重担，因为我是我们整个家族第一个基督徒，我走十字架的道路